这村要剪了啊！别，我剪那村就真，别，我剪那村多难看啊！这都烧得跟玉米须一样了，不剪更难看。我小心一点。少剪点儿。我问你啊，你那个手还疼吗？ 你说我的手会不会留疤呀？留疤才好呢，留了疤你才长记性。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，不撞个头破血流啊，不遭点罪，永远都不长记性。我早跟你说了，刘梦香这个人不好对付。你信吗？哼，现在好了，差点啊把小命都给搭上来。那不是因为你死要面子活受罪吗？啊，行行行。 哎，是我为了要逞能，想分自己的女儿，我明知后果啊，还让你由着性子胡来，我明知你要往火坑里跳，也不拉你一把，都是我错行了吧？要我说啊，这个婚啊，不结也罢。 结了以后啊，麻烦大着呢，还是趁早把成家的彩礼给退回去吧，以后各走各的路吧。<笑>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剪一点点。啊，都几点了，赶紧洗洗睡吧。我能睡着吗？满屋子都是糊味儿。 明天早上我来收拾，保证给你刷的跟新的一样。别，我指望不了你。想明白了没有啊？想什么呀？今天这个场面你都看到了啊？长痛不如短痛，早分早了。彩礼钱他们愿意给我们就要，他不愿意给我们不要了，就当花钱买个清净。那个更衣室的房子赶紧给单位退了，我头都要大了。 不是妈，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呢？谁说我要跟招娣分了？你真要跟她结婚啊？当然了，结婚是终身大事，又不是小孩过家家了。你脑子有毛病啊？你找一个娇滴滴的大小姐回来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让她坐顿饭的房子都快给炸了。你跟她一起过日子，她早晚给你报销了。我可不想白发送黑发人，你想清楚。妈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用想明白。 好了，多开心呐！光咱们两个开心有什么用啊？所有人都觉得我们两个还是分开比较好。可是，你舍得和我分开吗？我。
起，哼。这种料子啊，哎，我跟你就要做这个抛绣，最时髦的，你看哪儿都挺合适的，不用改了啊，挺好。废话，你在我这儿做衣服什么时候改过啊？是。爸，我也有事出去一趟。上哪儿去啊？有点事儿。赵弟儿，是不是跟男朋友约会去了？那早点回来啊。嗯。这约会是正常的，有什么不行的？哎哎哎，有才哥，你家赵弟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到时候别忘了给我们发喜帖，我这份子钱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早了早了，还小呢。真厉害，我妈打扫了一天一夜，厨房里还有味儿呢。不过招弟，不管人家说什么，关键的是咱俩啊。招弟，你戒指呢？这个还给你吧。我爸不同意咱俩的事儿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你送给我的东西，还给你。剩下的彩礼钱，回头我送到你家里去。你笑什么？你看，啊，这个从哪儿找到的？就在我们家楼下，笨死。找到这个有什么用啊？我在你妈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彻底毁了。哎，别撕，留个纪念啊！纪念什么呀？纪念咱俩分手啊！不管怎么样，你先跟我去一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走，跟我去了你就知道。这儿干嘛呀？闭上眼睛。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的。哎，话可真多。哎，走。哎，来，小心脚下啊。嗯。来。哎呀，马上啊。到底在搞什么？我数三，你就可以睁眼了。嗯。一、二、三，噔噔。不错吧？有没有一点点家的感觉？怎么了？你刚才不是还挺能说的吗？怎么现在就变哑巴了？
怎么了，赵迪？我们俩都想好决心了，你又让我动摇了。赵迪，我不是认四六的人，但是在讨老婆的这件事上，我还就较上真了。这辈子，如果我娶不到你，绝不罢休。